备。做好准备，待会得全力以赴。哎，你也知道的嘛。战斗即将开始，十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准备战斗！没问题。好的祭坛复苏，控制两座祭坛就能解放龙骑士。交给我来处理。同时控制两座祭坛，就能获得巨龙的力量。你完蛋了！了解。交给我来处理。
祭坛有了浩浩的能量，接棒巨龙的怒火。杀博士，林催马。家伙吧，两座祭坛正被聚集能量。
尤其是从石墙里发出怒吼。我们失去一座堡垒。全是部落的耻辱。这个猎人
祭坛再次开启，是谁能掌握龙骑士的力量？击败这些佣兵，让他们为我方胜利。龙骑士在等待你们，是吧？消灭你们的敌人。轮全速运转。击败这些佣兵，让他们为我方效力。想我吗？击败这些佣兵，让他们为我方效力。就要复苏了。
距离，再对我们微笑。我回来了。